当晚年的康熙皇帝坐在他那一把已经坐了几十年的龙椅上，俯瞰着他辽阔的国土、如画的江山，以及生活在这个帝国中的万千子民的时候，他的脸上或许会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自他的祖辈努尔哈赤以13副铠甲起兵以来，经过了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三代帝王的艰苦努力，终于缔造了一个此后绵延296年的庞大王朝。而康熙皇帝作为一个守城之君，不仅没有辜负祖宗江山基业的守护之责，更是在他61年的皇帝生涯中开疆拓土、添砖加瓦，亲手建设了一个在东方乃至整个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强盛帝国。他所开创的康乾盛世更是在此后绵延100年之久。他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来经历历史的评判和时间的考验，但是在这一派盛世景象背后，却隐藏着康熙61年皇帝生涯的5大遗憾。正是这5大遗憾，在其后的数百年之间悄悄蔓延到帝国庞大机体的方方面面，深入到血脉，深入到骨髓，直到这样一个曾经的巨人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种种践踏中轰然倒塌。那么这致命的5大遗憾究竟是什么呢？是怎样的危险让这样一个曾经领先于世界的强大帝国走向了没落，并最终沦落成为任西方列强宰割的羔羊？而这个曾经给中国历史留下过5大遗憾的康熙皇帝，究竟又是为何依然被后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称作康熙大帝？在这其中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功过评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与我们一同寻找康熙王朝隐藏在盛世之下的5大遗憾，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揭示大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根源所在，讲述康熙大帝大结局之5大缺憾。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有功绩也有缺憾，有成绩也有错误。我们从大的方面看，康熙帝他的缺憾有哪些？我说主要有5点。第一，八旗制度没有彻底改革。八旗制度是清代祖努尔哈赤创立的，皇太极有丰富发展，顺治入关之后用多尔衮就把它确定下来了。这个制度是清朝一个根本的制度，前代没有，清以前没有，后世也无。这个制度是当时战时情况下定下来的，一兵一农，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世不能偏废，出门就战，回家就耕，有利于当时这个战争环境。但是啊，你顺治皇帝做了天下了，迁到北京了，怎么办？那顺治他在位时间短呢，他是18年呢，他又年轻啊，24岁就死了。你康熙不同啊，你康熙在位61年啊，你康熙面临着从打天下到做天下，从乱世治世到盛世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你康熙怎么对待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有利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的弊端。这个弊端，太祖太宗他没条件改革啊，顺治的时候他在位时间短，多尔衮就更短，多尔衮7年。我们看看八旗制度这个弊端，我就举了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其政治上满洲贵族特权，清朝最高层核心层决策层，皇帝之下主要5大。第一，内大臣；第二，领侍卫内大臣；第3，议政大臣；第4，内阁大学士；第5，军机大臣。我给概括成5大。这5大都是什么人呢？这5种大臣是当时皇帝之下的核心层决策层，
最高的核心层决策层，内大臣六位，上三旗每旗两位，下五旗没份，领侍卫内大臣六位，上三旗每旗两位，议政大臣没有定员，主要是满洲贵族，比如说亲王啊、郡王啊等等。第四，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我统计了一下，康熙61年，内阁大学士48人。这48个内阁大学士，绝大部分是旗人，其中满洲占22人，汉军占4人，汉人22人。简单来说，旗人占了55%。特别是首席那大学士，一定是满洲人。第五，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是雍正开始设的，情况大体差不多。这个现象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核心层的权力掌握在少部分满洲贵族手里。其二，在经济上，旗人生计问题。旗人到了北京，到了关内，吃饭怎么办？开始人少啊，10几万人，国家供养起来。您这个大清朝要亿万4年的，要万年呢，世世代代繁衍，他吃饭怎么办？万一你规定有钱粮，当兵披甲也有银子，但是开始他一个孩子是当兵啊，两个孩子当兵，当时要打仗啊，和平环境了，要不了那么多兵啊。这家5个儿子、7个儿子，那1个兵、2个兵披甲，剩下怎么办？不许做工，不许务农，不许经商，做官人数有限，科举考试人数也很少，那大部分怎么办？手没有活干呢，不务农，不经商，不做工，手没事就游手，没有工作怎么办？就好闲，于是呢就砍大山啊，斗蛐蛐啊，提笼架鸟啊。后来许多人抨击，说是旗人游手好闲，提笼架鸟，不是旗人本身不好的结果，而是八旗制度的弊病使他这样做。大家想想看，他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他又没事干，每月又发一点钱粮吃了，他只有游手好闲，只有提笼架鸟，只有玩蛐蛐斗鹌鹑，只有这样。这个问题啊是越来越严重，到康熙后期已经出现八旗这个旗人生计，就吃饭的问题了，住房的问题了，开始住一个院，子孙多了怎么办？后来他下令盖了几千间房子缓和一下，还没解决问题啊。后来到雍正的时候，移民移到关外去，啊，给银子，给完银子领了去又回来了，外面艰苦啊，他哪会种地啊？到关外又冷，他不会种地、啊。其三，在社会七民矛盾难题，七人到了关内之后，七民分城居住，比如北京内城住旗人，外城住汉人和其他的人，他分开居住。七民分城居住，禁止通婚，各爱有，普遍的是不可以的。同刑不同法，同罪不同罚，同样一个刑，法律条款不一样，同样一个罪，惩罚是不一样。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啊，就七民矛盾。久而久之，这问题越积累越严重。八旗制度的改革，康熙朝是一个关键。他也做了一些改良，枝枝节节做一些改良，但是没有做根本的改革。根本问题还是八旗贵族集团的利益不肯分割出一部分给平民。这些矛盾后来积累积累积累到最后，积累到光绪宣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同盟会提出个口号，叫什么呢？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这些矛盾最后积累的一个结果。这些矛盾的解决，康熙朝来进行一次改革，
有可能，但是没有做改革，做了一些枝枝节节的，没有做根本的改革，应当说是康熙帝康熙朝的一大历史遗憾。适合于曾经战争年代的八旗之末，到了康熙朝这样一个常年的和平年代，已经暴露出了他的种种弊端。但是这个曾经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康熙皇帝，面对祖先的既定制度，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意愿来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康熙皇帝失去了一次王朝变革的重要机遇，给这个帝国的衰落与落后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而在康熙皇帝的五大遗憾中，却有一个遗憾给了他最大的打击和伤害，他晚年的孤独与匆匆离世都与此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在康熙皇帝一生中非比寻常的遗憾会是什么呢？第二，皇位继承没有建立章法。清朝的皇位继承啊，努尔哈赤的时候没有定下来，死了之后有一场争夺，大妃阿巴亥被迫殉葬，皇太极死了之后也没定下来，贵族公推几乎兵戎相见，最后折中推出一个6岁的顺治。顺治临死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指定了康熙。康熙想这问题怎么办，前三代都没解决，他要解决，他就立皇太子，结果立而废，废而立，立而再废，失败了。他的儿子雍正想着玩秘密立储啊，写好了搁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头那儿，死了以后打开是谁来继承。这个好处就是避免皇子之间的厮杀。问题也来了，就您雍正皇帝一个人来定这事情啊？康熙那时候还在大臣里头，你们每人写个条推荐看谁好，还有一点民意啊。再往后到了慈禧，就是一直定处置，叶赫那拉是一句话就定光绪，就定宣统，结果出现个什么局面呢？诸位，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都是虚岁啊，做大清帝国的一把手，国家元首，背后是谁呢？背后是慈禧太后。您慈禧太后做女人来说是聪明的，能干的。第一不懂工，第二不懂农，第三不懂商，第四不懂军，第五45经令不会背，管靠权术，掌控40000000人这么一个大清帝国啊。您的对手是谁啊？美国的林肯，日本的伊藤博文，德国的俾斯麦。但是注意啊，我们不能要求康熙这时候实行议会制，但是有一条，英国在康熙27年1688年实行了光荣革命，就是国王和国会两个共同来掌控英国。我们不能要求康熙这时候建立议会，但是有一条，就是世界民主的潮流，共和的潮流，康熙没有适应这个情况。康熙做了一些改良，皇位制度等都做些改良，但是康熙不是一位改革家。第三，吸纳西学没有推广。康熙吸纳西学，他自己学数学、学物理、学化学、学光学、学人体解剖学等等，这我前头都讲过了。他的儿子，你的皇三子也让他学，还有几个官员也学，在畅春园有个蒙养斋，西方叫做皇家科学院，但是只是皇帝、皇子、皇臣少数几个人的一个行为，没有成为政府行为，没有成为国家政策。结果呢，康熙一死，人亡政息，就罢了。这个时代，俄国是彼得大帝，他学了西方，建立海军，做了一些改革。法国这时候是路易十四，
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康熙像彼得大帝、像法国路易十四那样，因为国情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彼得大帝也好，法国也好，当时都碰到周围强邻的威胁，康熙不存在这问题。第一讲我就讲，康熙周围的邻国，朝鲜、安南就是越南等等，四个字，比清朝贫、弱、小、和，和睦的和，都跟清朝关系比较好，所以康熙没有碰到挑战。所以康熙的时候没有东西问题、东西方问题，只有满汉问题、满汉文化问题。康熙做了一个大的事情，就是他原来是牧猎文化，到中原地区是农耕文化，这个过渡就是康熙完成了由牧猎文化到农耕文化的过渡，彼得大帝完成了向西方文明的过渡。那有人说，哎呀，可惜呀，康熙再完成一个过渡，就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那康熙的评价就又是一回事了，啊，就更大了。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康熙完成这一个文明过渡时已经进入晚年了，当时历史条件、他个人条件也不可能完成了第二个过渡，第二过渡只有留后来人去完成。康熙皇帝对于科学的热爱最终只是成了皇帝的个人爱好，西方的先进科学只是紫禁城中的稀罕之物，无法走进帝国的寻常百姓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曾经先进的中国后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所在。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康熙皇帝的三个遗憾，八旗制度没有彻底改革，皇位继承没有章法，吸纳西学没有推广之外，还有什么是让他和他的时代遗憾终生的呢？而这些遗憾又将对其后的中国乃至今日的中国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第四，人口发展没有长远之见。清朝是个大国呀，康熙时候人口已经有10000000多人，康熙51年做了个决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固。就康熙51年1702年以后，新滋生的人丁就不拿人头税了，这当然有积极意义了，啊，减轻了人身的衣服人的负担。雍正的时候有摊丁入地，把这个人头税摊到地里头，以后就取消人头税了，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啊，就是人口的增长就加快。人口增长加快原因很多，社会的安定、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政策的影响。康熙当时只想到他的善政德政，而没有预见到以后的影响。我们今天不是要求康熙预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吸取一个教训，就一项重大政策的决定和实行，要考虑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的影响。我们后人做一个历史的教训来研究、来汲取。清朝的人口，康熙的时候大约1亿，乾隆是3亿，道光的时候到4亿。原因很多，经济的发展、高产作物的引进、社会的安定，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跟康熙这个政策有某种的关系，因此我们就从历史上吸取一个教训，就是一项重大的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当前，更要考虑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的影响。第五，文化差异没有根本弥合。清朝有文化差异，满洲文化、汉文化等等多种文化差异，特别是满汉文化的差异，康熙做了很多的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逐渐弥合满汉之间文化差异。比如可以考试啊，满人也可以考试，蒙古人可以考试，蒙古人可以考状元，蒙古有状元，满洲人也有状元，这都是措施，但是
根本上弥合满汉之间文化差异还做得不够，结果这些差异的发展越发展越严重，越发展越深刻，最后汇总起来就变成一个潮流。我还是用孙中山那句话，驱除鞑虏。孙中山为什么用这个做号召啊？就是这个能够掀起一些人的人心呢。当年努尔哈赤为什么用七大恨告天呢？七大恨告天就引起女真人的不满啊，对明朝的不满，起兵。孙中山驱除鞑虏就是利用汉人的不满，文化上的差异，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所以啊，我想清朝最后的灭亡还是在民族问题上翻了船，特别是在文化问题上翻了船。这个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总之，康熙帝康熙朝的历史出现了中国皇朝历史上的一个盛世的局面。我讲了五种现象来说明这个问题。同时另一面，康熙朝康熙帝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五项缺憾。这五项缺憾康熙也作为遗产了，留给他儿子雍正，又留给他孙子乾隆，一直流传到宣统。清朝最后的灭亡就是同这五个问题有直接关系。康熙皇帝亲手缔造了一个强盛的东方帝国，一段长达百年的太平盛世，但与此同时，他也给自己和中国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大遗憾。但就是这样一个康熙，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和文学家仍旧把康熙皇帝称作康熙大帝。那么功过并存的康熙皇帝究竟能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大帝？在与古代帝王和当时的西方君主的比较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公允的答案？广告之后继续讲述。第二，千年一帝。康熙帝的一生怎么评价？这千年一帝我是反复琢磨，我怎么敢说这句话？大家想想看，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有皇帝，到宣统3年，公元1911年，一共2132年，有多少个皇帝？有人说349，有人说211等等，用取样标准不同，统计不一样，大概是300来位皇帝。这2132年，300多皇帝，我从当剑切利刀分成前后两段，前一段1000年，后一段1000年。我们来看前一段1000年，中国政治中心主要在西安，它也变动，比如秦在咸阳，汉呢就在西安，东汉呢在洛阳，唐又在西安，它是东西摆动。后1000年，中国政治中心主要在北京，也摆动，它是南北摆动。辽上京在金，内蒙巴林左旗波罗镇，金上京在金，哈尔滨是阿城区，后来又南迁，迁到中都北京，元大都北京，明都城开在金陵南京，迁到北京，清现在沈阳，后来又迁到北京，南北摆动。所以中国2132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前1000年政治中心在西安，东西摆动，后1000年政治中心在北京，南北摆动。前1000年《旧唐书》说唐太宗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什么意思啊？有1000年一个人就是唐太宗。我不讨论1000年，因为我不研究这个，我就讨论后1000年。后1000年有多少个皇帝啊？后1000年，北宋9帝，南宋9帝，辽9帝，金10帝，都是半壁山河，不足论。西夏10帝，偏于一方，也不讨论。
元，元是统一王朝，建都大都北京。成吉思汗功绩很大，但是他没有在中原称帝。元世祖忽必烈一代豪杰，但是没有出现盛世。明，朱元璋建立大明朝，有功绩，瑕疵可评。永乐帝雄才大略，远征蒙古，死在途中。他的那个靖难之役，史书一个字，篡，篡位。还有清，清雍正13年，太短。乾隆60年，有争议，就剩了康熙。所以我算了，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一共90帝，可称千年一帝的，只有一人，就是康熙帝。这是纵向比较，在横向比较看。横向比较，有人总是说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你康熙的时候你还封建专制。历史啊，一定要有时间观念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康熙的儿子雍正、雍正的儿子乾隆的时候发生的，不能把那事儿算在他爷爷账上。这个时候的世界，欧洲法国大革命没发生啊，美国独立战争也没发生。那北方的两个强国，一个俄国，一个日本。俄国农奴制改革是1861年的，明治维新是1868年，都在咸丰同治那个时代才发生的呀。他这孙子、玄孙子、大玄孙子以后才发生的，你不能把那事儿算到康熙账上。从当时世界地图来看，康熙朝那个时候德国还没统一呢，法国还没大革命呢，英国工业革命也还没发生呢。当时的世界上，康熙朝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盛，武力最强，这么一个大帝国。所以说康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一帝，而且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明君。在康熙朝，四邻和睦，国家一统，疆域辽阔，社会安定，民族和谐，出现这么一个盛世的局面。康熙皇帝是清朝的第四代君主，他前头有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顺治。他恰好处在一个由打江山到坐江山，坐江山由乱世治世到盛世这么一个历史的时期。他康熙帝恰恰就处在这么一个历史的时期，所以历史加上他个人的素养，造就了康熙皇帝是中国皇朝历史上的千年一帝，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明君。在与中国数百回帝王以及当时西方大国君主的比较中，康熙皇帝以他个人的智慧、勤奋、学识、经验，又恰逢一个盛世开创的历史机遇，使得他成为了千古一帝。可以说康熙影响了历史，历史也造就了康熙。但是我们依然很想知道，作为当事人的康熙皇帝本人究竟会对他的功过有怎样一番评价呢？康熙的自我评价，他说朕自幼强健，金力破家，弄完15立功，发13握剑，用兵临戎之事皆所忧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
平定三藩，扫清漠北，解除异心运筹，户部唐金，非用师振基，未敢妄废，为私界小民之高故也。所有巡守行宫，不时彩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教至河宫，岁费300余万，尚不计1%。幼龄读书，既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易防，所以至老无恙。这他对自己评价，话说过了一点，他平生未尝妄杀一人，也不是，也妄杀过。他火了以后啊，有了大臣，他也生气，杀了。事后一看，杀的不妥当了。但是大体上，他对自己评价，基本符合事实。这是他的自我评价。《清史稿》怎么给他做了鉴定啊？我们看《清史稿·圣祖本纪》的评价，说早成大业，这没问题啊，八岁继业嘛，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为武，寰宇一统，随月守城，师通开创业，六句话。第一句话，早成大业，这没问题，勤政爱民，他这个爱民不能拿我们今天标准去要求，就在封建帝王里面他是比较勤政爱民的。经文为武，就是文武康熙都可以，他亲自指挥打过仗啊，自己能写诗写文章啊，兴教重业啊，经文为武，平定三藩之乱他亲自指挥的，统一台湾他亲自指挥的，经文为武，寰宇一统，整个中华一统，随月守城，师通开创业，他又往前开拓了。这是《清史稿》《圣祖本纪》对他评价，大体上符合实际。康熙朝的历史早已经过去了数百年，康熙皇帝自己也已经在清东陵的群山中静静沉睡了数百年。当我们今天的人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回望那一段恢弘帝国时代的时候，将会怎样评价这位一生经历丰富、影响重大的康熙皇帝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我们今天怎么看？我个人看，就康熙皇帝是中国2132年皇朝历史上千年一帝，特别是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90位皇帝当中的千年一帝。因为在康熙朝，中国版图奠定，多民族统一协和，中华文明传承，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还有社会比较安定，出现了一个皇朝历史上的盛世局面。但是问题也有，矛盾也有，主要我讲的五条，就是盛世缺憾。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相比，跟康熙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他们年龄大体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应当说俄国的彼得大帝对俄国有贡献，他处在俄国那种背景，路易十四是处在法国这种背景，康熙是处在中国的背景。中国只能出康熙，不能出彼得大帝，也不能出路易十四，因为国情不一样。康熙面临的问题不是东西问题，外国强盛威胁着你，而是满汉问题，满汉之间的文化的冲突。他呢基本上完成了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传承了中华的文明。所以我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历史上的千年一帝，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千年明君。康熙朝、康熙帝也有他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地理的局限，有些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完全做到，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也不能苛求古人，更不能苛求
康熙处在他那个地位，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历史上应该给他一定的地位，给予一定的评价。根据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的记述，中医大夫可以大体的预测到某些疾病痊愈的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时辰。这个神奇的现象被称为七日节律。七日节律是什么意思呢？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为什么会出现七日节律？这其中的科学道理是什么？人体内有没有生物钟？请继续关注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在千古中医故事中讲张仲景之天人相应。